个呢，想给它做成甜的。这个巧克力有81%的可可，我现在很喜欢吃这种，就是黑巧。塞满了芝士、巧克力，还有香蕉的彩虹贝果。这半是刚刚提前拿出来了，不然的话它就要烤糊掉了。这个热一下就行。看看，来试一试。来换一个豆奶。
一个，终于把程序给跑完了。按了一个这个那种酥皮，刚好我又买了一个红豆沙，然后就给它做一个那种红豆沙派，对，豆沙派。刚好又有还有一点巧克力，所以就顺便也做两个巧克力派。哎，不对呀！随便了。我本来想的是，就是放进去以后叠起来，结果我就顺着那个要叠起来的部分给切开了。真傻。对呀，对呀，等一下两张叠一起算，嘿嘿。突然之间，做小一点。灵机一动，做成了这种样子，巧克力糖果。
OK，送进烤箱。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现在吃一个小的。这是巧克力了，这个就是豆沙的。It's easier to love when you know it's a lie. You know, 我们没来得成这里，你们之前是在其他的。对，因为他发邮件说，因为人太多了，然后这边就没有教室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在那边做。我们在吉米拉格博爱就做的，但是这边就便宜了。是的，来要来一点。And I love for you, yes, I love.Yes, I long for you. Oh, let me see your eyes. Let you are not like me. Let me see you shine. My darkness. Let me see you shin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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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 me see you shine.念一下，今天最后一次。现在已经在旅行了，九个，一转眼还是就要做完了。这个第八个是去学校做的最后一个了，第四个是在网上做的，就是在线上做的。就直接在线上做完，然后交掉就 OK 了。